闭上双眼，专注凝神演奏，沉浸在小提琴悠扬乐声中。后方的交响乐团齐声相呼应，他是曾宇谦，刚刚代表台湾夺下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组的银牌，也是台湾选手在这项国际大赛中获得的最高成绩。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每四年在俄罗斯举办一次，有音乐界奥运之称。四年前曾宇谦也曾出赛，但未能进入决赛，这次卷土重来，在金牌从缺的情况下夺下银牌的殊荣。曾宇谦日前在脸书po文，四年前圣彼得堡的观众特地送他一尊柴可夫斯基的人像，希望他东山再起。曾宇谦表示，这个人像为他带来幸运。脸书的好友也纷纷以台湾的荣耀称赞他。曾宇谦音乐实力众所瞩目，近年来屡获国际肯定，今年初更获得新加坡国际小提琴比赛金牌，为自己也为台湾赢得掌声。